中国围棋之乡业余联赛第一轮开战。随着裁判长邵伟刚宣布比赛开始，2016一带一路全国围棋之乡业余联赛在乌海市文体中心开展。本次比赛是由中国围棋协会主办，为推动全国群众围棋运动，加强全国围棋之乡间的交流与合作，首次把全国28个围棋之乡业余棋手聚集起来的一项大型赛事。联赛共设四个分站赛，每个分站赛都会有七个围棋之乡代表队参赛，打七轮单循环，最终前两名进入到11月末的西安总决赛。以往呢，全国围棋之乡呢，大家都是倾注自己的热情和力量，然后把各自的事情做好。现在中国围棋协会啊，28个围棋之乡串联在一起，组织业余围棋联赛，就是让他们形成这个合力，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形成一道强大的后势，辐射全国。作为全国围棋之乡业余联赛首站比赛地的乌海，是一座因资源而生的新兴工业城市，因此引来了大批的外地人来此工作和定居，围棋也跟着随之而来。经过多年的沉淀和积累，2011年3月，乌海市围棋协会正式成立。在市领导及广大棋友的支持和帮助下，围棋走进了中小学，成为了学校的校本课程，为乌海的孩子们打开了一片围棋天地。学围棋的小朋友谁最爱动脑筋呀？围棋可以帮助孩子开发智力，增强专注力，提高思维能力等等，有诸多好处。这些益处让家长们感到围棋是一项非常好的智力运动，得到了家长们的广泛认可。当时我们围棋协会进入学校的时候，基本上是零，从零做起来的，发展到现在接受围棋普及工作的包括幼儿园、小学达到2万多人次。现如今，围棋协会已经在乌海市的20所小学和7所幼儿园开展了围棋普及教学活动，普及率达到了90%。我们设想一下，可以说将来的乌海人几乎都会下围棋。乌海市围棋协会自成立以后，承办协办过多次大中型围棋比赛，不仅有业余联赛，还有国内顶尖的女子围甲联赛，以及本次的全国围棋之乡业余联赛。浓郁的围棋氛围以及广泛的围棋基础，使得乌海被中国围棋协会授予了围棋之乡的称号。曹大元九段及陈莹初段是本次比赛的特邀嘉宾。这是我第一次来乌海，这两年呢也实时的看到有关乌海的围棋活动的报道，但是我来到乌海之后还是觉得非常的吃惊。他们的少年比赛最近的一次有1000多个孩子参加，因为人数太多了，把300-400个孩子报名的孩子也只能拒之门外了。我是特别希望就是像乌海这样北方地区的围棋能够发展得更好。我们来到这个乌海的这个外地人，大家发现这原来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所以通过围棋呢也让我们的城市得以扬名。我们将来还会和所有的围棋之乡建立联系，也欢迎所有的围棋之乡呢能够都来乌海，把乌海宣传出去，也把围棋呢作为培养青少年的一个载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我们为您挑选的棋局呢是2016金力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15轮的一盘对局。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武汉三明队的辜子豪和浙江云林棋禅队的周鹤喜。那么依然由我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围甲的一场比赛，辜子豪和周鹤喜。对，这两位呢都是年轻棋手。年轻棋手。因为当时呢，这个浙江队啊就深陷这个保级泥潭了，已经是排名倒数第一。他们总是这个主将啊赢，然后另外三个人输，运气不太好啊。
对，确实，所以也是希望他们有好的发挥吧，接下来。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棋局。好的，这盘棋是由朱子豪黑棋，周贺棋白棋。对，那小目，然后手脚，对，这个呢，白棋是挂的，当然手脚也有了啊，对，是挂的，它实战是挂的这个，这个是比较普通的，然后拆了个三，对，前一段这个比较流行的啊，对对对，那现在拆三，拆三呢，这个棋呢，它是走的什么？它打入了一下黑棋，先挂一个。要先打入，他是先打入、然后白棋二路拖，对，然后拖的时候这个棋他走的这个挂一个，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白棋这一般挂呢是白棋守一个，但是这个呢就是为了争子，哦，对，有争子的关系，然后接下来这个棋他是走这个啊，走这个棋，假如说白棋断掉，假如断掉走这个，对，这是必争挡，他就会断这个，断这个子呢就要发挥作用，那么白棋假如说这样，对，再拖，不，你是打吃出来，如果打吃出来，如果争子，如果这里没有黑子，它就冲出来了，冲出来这一段争掉了，对，争掉了，这个子发挥作用了，现在它能跑出来，对，因为有这个子，对对对，所以呢必须要先走一个之后他才能断这个成立，否则被他这一个冲出来这就麻烦了，黑棋就不好办了，所以呢这个棋当如果走成这样的话，你说我拖一个只能拖了，粘上，然后白棋必然是长三三，这个时候他可能还要断，这个又发生了，又是一个争子的问题，这断一个很厉害啊，看起来，对，那如果说断一个的时候白棋跳出来呢，能行吗？这样他可能这样啊，再顶一个，顶一个，他我记得以前定式都是单顶的，对，现在由于争子有利，您就先断一个，先断一个给你，这个就是复杂化了，是吧，对，这复杂化了，这个棋也是可以考虑的啊，这个是如果这样的话就黑棋有这个套路，能够一下子要击垮断了就一顶，这样击垮这个白棋，这个套路是成立的。所以说先挂再搬，让白棋再继续入套。但是在这个时候白棋来了个迂回，他说你都准备好了我就换一个吧，是啊，我肯定不能照你想的那么下呀，那不是自己就往套里面钻了，对，这断一个刚才说那几招他没想出一个破的手段，干脆我换一个走这个，那么这个棋当然是要走这个，你如果再吃我不吃这个吃这没了，对，所以呢这个棋的粘上他再挡住，那这也是一招棋，你因为你断的话这一加黑棋不行，对对，所以黑棋只有爬，那么再长，那么就变成了这个实战啊，是，然后黑棋又爬了一下，再爬他走这个，对，你不然走断他还没有，现在他走这个，这招棋有点意思，你挡一个是吧，挡一个他小尖度过，对，这样想，这个棋呢就是说如果是这样，这黑棋这连片也很大，对呀，很大，对呀，也感觉效率比较高，这个应该说黑棋还是很满意的，这个棋，但是白棋呢，他也没有走别的，比如说顶的时候靠一个，他会拐搬了断，这个复杂化了，即使这样，白棋也就脱线了，但是这个以后有手段，他不会单粘，他可能会以后有这样的手段，对，这个靠是，就是大家。看到有这个尖之后大家就研究，这有靠，对，如果说黑棋挡呢，对，下一招棋啊，对了，这招棋一下子就把黑棋打垮了，这挤一下棋马上双脚吃了，你就不能被我立下去了，你这个不就双脚吃就麻烦了吗，是的，这个也麻烦了吗，哈，所以说在这个时候这个是一个好手段，那么你知道他硬手他硬在什么地方呢，他这个棋啊，不知道是这样吗，这样被人粘了一段也不行，这个也下来了，对，这粘完下来，他那个最最最那个什么呢？保守是这个，单立啊，单立一个，但是被便宜了。这个白棋的手段啊，以后留着他现在放一放，暂且不表，这个之后再说。这个时候该白棋呢，白棋现在放一放，他走的这个，对，这招棋很大，因为你不走的，不管怎么着，往这儿放一个本身就大，
是的，是的。眼见的，为了让你这个卦是损啊，这个所以呢，这招棋就变得大了。是的，是的。那么白棋，黑棋点了，黑棋点好棋。这个时候白棋粘的也是无奈，因为你这个被分段是不好，这种并不便宜啊。所以是要粘。然后又小尖了一个。小尖一个。小尖一个，虽然说也是棋逢小尖，没有坏棋，一般都这么说，但是这个也可以考虑什么拖一拖啊，这种手段也是，如果喜欢走的轻灵一点，可以考虑这个。这个呢比较稳重，重厚，白棋飞起来，白棋飞起来，应该说这都是一个不明显的，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运转啊。挂角我觉得很大，现在挂挂角大，对。这个明显的一个要该走的棋，白棋二尖高，二尖高加，这都是走了一个定势了，又转回一个正常定势。对，这种定势，重复过很多遍了，这个时候黑棋又腰刀定势，那么黑棋你要是，如果你想走实惠的，这么靠一个也是有的，飞一个也有，但是他走的腰刀，这都是常规定势，因为这个下的太多了，两人在应该说也没什么坏棋，应该这种所谓定势呢。如果只走定势呢，坏棋的概率就非常小，就往定势上走，两个人就背定势了，这都是背定势专家。你看他走这个，这都是常见的。然后搬一个，这个棋这定势是要断的，断，这个棋，对，然后再虎一个，大家背定势都很熟悉，对，这个就，这个棋应该说。这是应该说是新的定势，过去可能还不这样。对，以前的腰刀定势都是靠完了顶一个，然后后来就发展成单靠三三。最多的那种定势啊，还有这样是最多是这个棋，这个是最多。过去我记得聂老师下的是最多的，他喜欢这个。然后断了什么？对对对，来回转呢、啊、什么这个变化也一盘你还讲不完这个。最近下的最多的是这个，这个。对对对，这个你说哪个一定好？你喜欢黑的白的？邱老师喜欢不明白，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一个不明的定势啊，但是这个应该说所谓定势可能是差不多，应该说差不多。走成这样，不管怎么说，黑棋落得先手啊，他干脆你这个放着不走，他难也难受，干脆把你补了一手吃了。他补了一个啊。他我想啊，以后白棋像这种他也很讨厌，对，他靠一个他有点难受，如果像您之前说的最稳健的这样补一个，他又觉得被便宜了，不舒服，也有他的不爽的地方，不太舒服，不爽的地方，然后比如说人家这个先手啊什么挤了先手，然后跳一跳就把他罩住了，那么就算最普通的吧，我冲一个拐一个，你这个棋你就动不了，你如果走这个，我这一挤一断又一挤，又一挤，这又出问题了，还是一个挤，又是出问题了。这个挤，我觉得就像是黑棋的噩梦一样。是，如果你是说我粘上，那我又忍了一下，那么你这个被他这两个都是先手，这都是先手，是吧？这空怎么觉得越来越少了？对，这样一手他能到这个位置，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补一个很大。所以呢，黑棋就在你未动手之前，没想好之前，我赶快抢个先手把它走了。好，走上补上这个木啊，捞的的确也很喜人。如果你白棋这个后势不发挥，那我得的空啊也是很可观。对，这有30目呢。对，也不错，也是也可以。就是说，这个棋呢，但是呢，白棋的后啊，它最初因为。子力还都没有定型的，就是还很空的时候，他的后啊有可能会运用的好的话，发挥的几率高。是的，是的，现在就是，是白棋的问题了，就是要如何把全盘的这个后位给它用上，发挥，对，发挥出来，特别转变成实地，或者说对能够有效。如果你在铺地板继续走的话，没有发挥，大家走走空。那么黑棋的空就马上就有可能多了，就有可能给白棋的压力。是的，是的。现在白棋怎么走？他接下来这步棋下在这儿。下在这儿，对这个棋呢，眼见呢又既攻两个黑子，既又要成一点这个顺势成空，看似是一个好形状，看似好形状。您觉得这步棋怎么样？
差不多。倒是我自己觉得啊，这先把这个抢了。这个很大，我很想抢这个。很大。那他也许他怕你这个或者这个之类的，或者这种，也许他怕这个。你如果这样，那么这里面不是还有下一步有这个尖冲跳吗？他走一个，他不肯。嗯。白棋有不可能，可能是的，可能是不肯。他觉得，所以需要先来。来这个攻你两个，但这个你可能你还是不能脱线，这一走你受不了。对对，所以这照是这是必然的。然后再刺他一下，刺一个。啊，对你如果粘上，那么他就补一个，大概是这样。对。那么现在呢，黑棋来个俗的，干脆冲了走这个。虎顶顶住。顶住，这个棋白棋不能脱线了。嗯。脱线，这个棋如果脱线，那么黑棋不说什么，就算拐一个。你走一个这一点你也受不了，这个太难受了，这也受不了，这都被攻了，有可能。所以这个时候白棋他走的什么，靠上去了，靠上去了，在这儿，靠上去。黑棋选择的是这个搬一个，因为他这个长完走啊，这个他是这儿有头，在这儿多两个没用，他干脆就走下面了。嗯，白棋长，白棋长，对，如果长他就拐，他先爬了一个，对，那么白黑棋白棋搬是好棋。白棋现在搬黑棋不能转换吧？这是转换，这个受不了，这个太大，这个太大，太大，这个太大，这个有点那个什么，这个走这个，你走这个是吧？对，他这个地方，这个可能受不了，这个角有点大，这个地方立完，这个地方还是有些利用，角还是大吧？对，是的，我想他有点心疼，有点心疼，这样转换，不肯，他要退回来，退回来，那么。白棋搬是必然的。那么现在黑棋这块棋现在都在白茫茫的这个包围圈中，好像觉得是不是应该处理一下呀？是处理一下，现在要当然要跟着继续走，要必须要走。对啊，如果不走好像不太行，他是拐了，拐一个长剑行吧？嗯，长剑的不走这一打就白棋就没法办了。是的，这一打一提一飞这个就坏了，所以这是急先手。嗯。走一个应该还行，这个可以，不拐一个普通，那你狠一点是这个，但是暂时他就拐一个，他就落一个先手，就要求你赶快走别的了，是吧？是，嗯，主要是现在黑棋如果说下这种过分的招，那白棋毫不犹豫就长出来，这个可能是他搬一搬他就直接这样就冲出去了，对对对，是吧？直接冲出来了，这个如果你是这样，他可能是这样。对，拐住是吧？这个他觉得这个损太多，这个也可以，拖一个，白棋就搬出来。对，常见的这黑棋这个挺好，这个挺好。搬一个，然后把自己处理一下，先把眼做出来底下。对对对对对，这个棋呢连搬也是挺好的，因为你这个棋你不能反击，你在这儿反击是没有用的。因为你这个长一个呢，你走这个它我打吃，你走这个我可以粘上，因为你搬在这儿它我能团住，你就跑不了，所以这个棋反击是没有用，所以只有你走这个，这个是我这个比这个强，我单粘被你立不好，先连搬成立的话被你吃在这儿啊，你这个上面有利用，没错没错，哎，这样我觉得黑棋这个走一走，我觉得好像是黑的。这个还是很顺畅，还是很顺畅。如果是我黑棋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应该干脆就找准他的弱点，干脆走在这里先冲出去是吧？就先冲他，他挡不住啊，因为你挡我这一挤你就这会坏了。哎，这一挤你就不好办了，是吧？这有这你就弱点就出来了，你只有这个，只有冲。是的，是的。我就退。那他是不是可以再冲一下？比如说冲这儿。对，这个是你的，再冲一下，然后再冲一下，横着冲，竖着冲，对，都给你。这干脆就是弃掉得了，就弃掉了，弃掉得了。哦，是这样。哎，这个地方它是几是先手，它干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这个拆二太大，这个太大了，这个给他二十目，给他这个拆不止二十目，哎，中间也厚了，以后你这个棋啊，在这个地方走是现在这个拆是太大了。我觉得黑棋应该这么下。应该把这个拆抢到是吧？哎，那个是至关重要，至关重要。最重要，我觉得要下成这样，黑棋啊，可以战，而且形势不差。那个时空捞得很舒坦，你的白棋啊也就没有什么，只是这个干控而已。反正黑棋这么下挺好。
他没有直接走，对，他就没想过，我觉得妻子对妻子的问题，我估计他没有想过，没有想给干部的妻子不是也可以下吗？啊，他没有妻子，觉得还是觉得有点大，对，气了可能觉得心疼，心疼心疼。那么实战我看他们怎么走啊，他没有这么下，没有这么下呢，他走在这儿，这个呢棋飞一个，那就是这个弃子他不肯，他走在这儿里呢，如果你压一个他再走呢，就觉得这个形状也可以了，他没有，白棋呢也没有走，白棋是走白棋下的比较遥远一点，他走在这儿，他飞一个，其实这条线也差不多封住了，现在封住是封住了，不管怎么这儿也封住了，这儿还是他的范围，没有一个转换。那下一步呢，黑棋啊，黑棋是黑棋跳的，跳在这儿，他还是不，这个棋我觉得实在是我想抢这个，太大了是吧，啊，我要是我是不管这面只要不死棋，必须抢那个，巨大无比，对，我觉得那个是必须抢的，这个时候啊，你最可怕的不过这个而已，对，是这样，那么我就走这个就没什么了不起，我看我活了。这个这有什么了不起，我就断一断，这个棋活了，而你如果说搬一个，我就这么走一个，这眼位很多，反正黑棋就是活棋呗，就活了，而你在这儿围控没什么意义，不怕，你要围控我这儿钻一钻，这都没有什么多少空，对，我觉得这个作用啊没什么不大，拆二至关重要，拆二，这步棋太大了，太大，你必须要抢。对，如果抢那个走这个，我走这个，我觉得还是黑棋还不错，还可以，还可以，那个平控是很有力的，实控这个你看多看着很舒服，都围的，啊，你他围中控，你往前钻一钻，这个其实围中控啊没啥油水，不是很好围是吧？我给黑棋强烈推荐这个。那么这实战呢，他看他是没有走这个那个，这个很还是很遗憾。他跳了一个，然后接下来这步巨大无比的刘老师一直想走的地方就被白棋抢去了。对，那个太大了，这个太大，这个就这个你如果你这个棋啊，是孤棋，人家要杀你，这招棋当然很大。现在完全不存在这个被杀的可能性。眼见的一步拆二。你这个让他来杀他怎么你他冲的时候你再跳就没关系了，所以你这个棋走这个被他一走呢，你看你全盘没有再比那个大的棋了，太大了这步棋，没有再比那个大的棋，那么如果说觉得这里拆一个，但是如果说全算是白棋的那也太大了，那是不是黑棋反正已经跳了那个了，那现在是不是可以考虑赶紧下一个走进去，这个棋要是跳一个，你说在这个地方去夹缝中叫求生存呢，你可能损的特别多，而且活起来都很累，在它后的地方，这个地方又没拆二，在这个地方去活，活了之后你这靠这尖，那里面也是损的，这个棋是不可取，是我觉得活起来也很累，这都是逆行，你要这么压的长走这边他不管，这个地方活起来就本身就很累，关键是刚才没有抢到拆二，对，拆二是必须要抢，太大了，对，确实，这个时候被他一抢啊，要点被他所占，那么下面你就方向不知道了，方向失去方向了，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了，因为我找不着再大的地方了，是，他实战是冲了一个，这个没什么必要，好像太看重那边的，没有必要，看起来这个没有必要，他冲断吧这个。这个没有必要，现在我相信的白棋就不会再走这个，这个没意思了，这被他尝一个，这儿还有个尖，这个就没意思了，这个棋我想这个黑棋反而来劲了，找到头绪了，对，顿时这个他有作战的那个，该下什么了，他这个时候你这个时候冲断，作为黑棋来说你精华已尽了，这两个字，他干脆就弃子了，把这个气死了，我倒觉得黑棋这个时候你可能，走走收收官吧，干脆搬了立下去，或者粘上也行。那白棋是不是要立呢？就是说收收官都比这个大，你这个没有死怕什么呢？这个地方没有死，你如果冲断只是吃一点，吃这么十目棋的话，而后手意义不大。大吃贴了一下，这个是，
现在走成这样，黑棋花了一手棋、两手棋把这个吃掉了。嗯，但是呢，这个棋就不如他这个。嗯，他把这个打拔了。哦，这个本身就比这个大。是，这个时候，我想提一个建议，就是刘老师不知道能不能行。好，就是白棋现在能不能尝这个？尝这个。因为现在是，这儿贴着了一下之后，争子有利了。对对对。所以这个本来呢，由于这个黑棋有个跳，这里没贴着的时候呢，争子不利，然后被人家打了，可以挡下去了。对对对。那现在我争子有利了，这是争掉了。哦。所以呢，他打了，挡下去是不成立了。挡下去已经不成立了。他最多也就是粘上，那粘上的我这弃子，我觉得挺高高兴兴的，我就再多弃一个算了，就这样。哦，这样啊。对，您觉得这样怎么样？这样，哎呦，这个棋倒是一个新问题。嗯，如果说他吃了，那我就把这个外面先手封住。嗯，那这个如果再跳的话，那我就要冲断了，可能。对，这个应该，如果能先手封住，那我觉得这条线还是挺大的。对，应该是不小。这个是存在有个一个这个形状，这个是一个，鬼招。这个你也走这个，他被他渡，对，爬一个，这个渡过有点顶不住。他有个爬，可能，爬完再渡过，那里面你还得去后手活这个棋，黑棋很困难，是，你可能只能这么吃，这样，这样，对，打吃掉，打吃，提掉。啊，提掉，然后这个白棋在这外面好像压一个，再压一下，这外面好像我觉得很好压了已经，怎么再走一个或者是这一带，这个可以，那就这个吧。哎，对，那白棋这个是有白棋是有，这能把这个先手封住，这弃掉几目还是挺值的，我觉得。值得。嗯，哎，如果是这样都一手干净了，然后直接就围到那个地方，应该说，还可以吧。嗯，哎。所以说，黑棋这个地方其实不知道黑棋长的时候是不是会往底下打，但底下打的话，它目数已经这样啊，这样粘上，粘上。那我这个打拔依然是先手。那个是你的，反正那可能是这样。对，我觉得这黑棋这个比刚才那个还好一点，弃就是落个先手，比刚才好一些。嗯，这样好一些。这个是不是长还是个问题？应该说黑棋也只能这么想。他大概只往底下打一点，哎，对，就弃子了。嗯，这个跑一个呢，他这么脱先也是，可能是他怕他这个压一个。他觉得这个压一个太大了。对对 对, 对、哦，是这样。嗯，不会继续吃了。对。那么现在的实战呢，他是这样，他是先把那个打拔了。对，他实战是这样下的，就白棋打拔了这个。对。这打拔了之后呢，这打拔是先手啊。对。打拔了之后，白棋会怎么选择呢？我们给大家留点悬念。好的。接下来，因为它没有长嘛，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局面到底应该怎么下会比较好。好，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好，待会儿见。好，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呢是2016围甲联赛第十五轮，由辜子豪对阵周贺喜。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就是打拔先手，白棋打拔，然后黑棋补了一个，接下来轮到白棋下这棋。好。那么实战呢，白棋是把这个压掉了，这是先手，这是他的先 手, 先手，对，然后又小尖了一个，是吧？这个尖一个好手，挺大的，尖一个特别大，尖本身你看这个不走被他压一个，黑棋压，现在尖完之后这个你看成空，是，这个你要这样，他是这样，这个空白棋很大，对。主要是这边打拔了之后就觉得这块棋很厚，哎，对，所以黑棋不管从哪边来都觉得有点下不动。是，这个黑棋，所以说当初的那个拆二是再强调那个特别大的棋，那个棋被白棋这个地方它，它进不去了，等于说中间两手远不如那边一手大。是，嗯，它等于说在这儿跳了一个，然后又冲断了一下，冲断了一下吃了两颗子，也没几目棋，十目棋也就是。是那面一手都要超过这个两手的。现在那个白棋在这个地方成功是最要紧的。没错。现在因为都定型了之后，实控就是最主要的，大家捞实控是，中心。对。就是因为别的争斗都没有什么油水了，可实控是最大了。现在他白棋对。现在黑棋拖了一个。他。尖一个跳的时候拖一个是让白棋不好，反而不好硬。现在在尖的时候，你当你拖的时候啊，它有反击。如果你要只是这样，
黑棋是希望走成这样，然后再胡一个。对对对对，那他再压出来之类的，或者飞一飞，这样呢，他这个先手脱退还是很大。赚到。那么在这个时候，他防着白棋啊，防着你这个脱，他来了个反击，很重要。搬一个。对，爬一个往里爬，这个是成立的。嗯。这个让黑棋难办，因为你只是这么退一个，被他一长啊，你这个死进来了。这白亏了吗？这个空差很多，亏了。这个黑棋受不了。嗯。如果你是长在这儿，这被打穿了，这个也受不了。你看，这直接都穿出来了。冲出来了。冲出来之后，你这两个还抓不住他。对。还是吃不掉。吃不掉白棋了。是的。这个就黑棋坏了。是。所以说这个爬这搬呢爬进去是这个棋啊是白棋成立的。嗯。这个棋怎么办呢？黑棋没得走，单拐，单拐还不拉倒，白棋呢，不是吃这个，而是更进一步搬进来，这个又是给他一个打击。这抢空抢得够凶狠的，对，这样搬进去。对你这个棋，让他搬进来。这黑棋我觉得已经没有退路，他现在总不能说这样去粘一个，这个太难受了。加进来他有可能还这样，他还要爬进去啊，都有可能性，受不了。更进一步是吧？所以这黑棋肯定不能退了。对啊，他这个棋怎么办？只能去打拔了。打拔，但是打拔这个木已经亏了好多了。打拔了之后啊，它尖在这里啊，你看看这个棋啊，本来是这是一个形状，这多一颗子，嗯，这个就明显这效率就不一样了。对。啊，这个棋就是你看白棋成的空啊，它的效率很高。嗯，原来是黑的角变成什么呢？你实际上你还漏着风呢。他加一个啊，是加了一个。加了一下。他其实搬一个是更狠，嗯，但是呢，他为了照顾这一块棋啊，他是粘了，他就没有更最狠。黑棋上面点了一下这儿。对。他试一下黑白棋硬手。白棋硬手，白棋把这个。啊，他把这个一路先搬掉，搬掉，对，搬掉，然后再搬这个，收木去了，等于说是，把自己牢牢的补活，立下来，对，下成这样，是这样，这个棋呢，他也没去虎啊，对，总体给我的感觉好像白棋后半盘把木数啊，抠得很紧啊，对，他到处都在拼命抢，白棋活了。为大，干脆活了，这块棋铁活了。嗯、如果你虎一个，还有他还有此方担心呢。这个地方以后这几是先生，这本身就不活了，对，本身是死了。这儿有个几先生，这立这一扑是死棋，所以这个棋直接活了，安全为准。嗯、现在只是这一块，这一块他只要不死呢，就是说明他已经这捞的足够了。对，哎、这是他这个一下棋啊，这个判断还是对的。嗯，现在白棋是不是黑棋是不是再长一个？对，它长了一个。长一个，对，这个棋呢就攻这一块棋，本来是后势，现在被攻。嗯，因为你这都花了两个代价了，两手棋的代价是要，应该说该付出点白，让白棋付出点代价。而且白棋这里又拼命抢控去了，抢控，他拖的时候他就走到底下去了。人家抓一个，他也没管他。对。那么你这块棋应该付出点的，但是呢，这个棋白棋只有这一块的负担，你看都是厚的，都是厚的，所以呢，应该说白棋好处理。是的，是的。哎，白棋好处理，并不担心这块棋，这对大步先往前跳。对，这个你要把这个吃掉，你看这儿都有头，很难了。这个这个地方还有一些利用，是啊、所以说这个吃它还是相当的。不容易，这我觉得不太现实。不太像。如果你这边吃它又得不到什么便宜，那么你这进攻啊，就没有什么便宜。这等于当官中间走都没目的，是，都没有那个价值大。这实际上边边角角是，价值很大，相当于你这中间呢都是，没有什么进攻，你没有效率，在这儿成控是没有意义，所以总是这样。黑棋，然后黑棋靠一个，对。对也是这头绪只能是这样了，寻求一些攻击的步调，对对对，搬连搬，对对，连搬一个，挺好。如果你是这样，他可能还是这样，对，哎，那白棋就很好处理了，我觉得。现在的连搬，找点头绪吧，是，找点头绪。嗯，白棋往这儿打吃了一个，粘上是，白棋粘上，嗯，然后黑棋飞一个，飞一个。对，白棋就往前贴，
他就这块这处理好啊，他也是不能被他那个被他杀，可能不能被不能那个出问题就是行了啊。是的，是的。哎，现在那黑棋这个地方也是有毛病的。嗯。黑棋也有毛病的，他自己啊联络还不太安全，不安全，对，白棋随便小尖一个就把它尖断了，现在这儿，哎，对，现在他的自身的、啊、把它分断了，哎，毛病很多，所以呢黑棋就打吃，打吃，这个也是借力啊，是的，借力，长，走长一点，对，黑棋再爬一下，这为了什么呢？为了这个，为了上面这个，对，贴住它，这样挡住呢，这个打吃是先手，所以这样一来呢、嗯、就。他走后了，主要还想攻这个，主要是攻这个。是的，是的，嗯。哎，那白棋呢？他下得很，他怕你从这儿冲出来，把他给冲破了这里，所以他要先把木给收。对，把这个收了。这个棋呢，他把这个都吃了。你看木很大。对。哎，木很大，这儿有一个拐。他这个棋呢，还是你暂时应该无忧。哎，应该是没有办法，没有问题。你如果这个靠一个，靠一个，他让一下也没关系。你拿他断不掉是吧？哎，断不掉。哎，你这个棋，他要断的话，他只能往这儿冲过来，这样。哎，对对对对对对，冲一个，然后冲一个，你又算走这个，再拉回来。哎，这就走这个，然后这断不掉，断了的话就被对他这走这个，人家冲过来了。哎，对，这他也断不掉，是的，这个也断不掉。他反正是有回家、嗯、这个也没问题、嗯、啊但是这个黑棋实力好像有点不足啊，看起来、啊、对，暂时是你这个硬来还不行、那么黑棋这个时候看怎么样要想办法了，对，这个黑棋要拼搏一下，否则这个空，你看白棋刚才这个搬进去了之后，这底下的空得了很多了，这脚黑棋还没守住呢，对，再加上那块两块加起来，这黑棋实地很有可能要想想办法，这个看难怎么办、嗯、这个棋呢黑棋这个时候实控应该不够了，因为这个被白棋捞得太大了，对，哎，来看这儿都是漏着风，你看这都是白棋的空、嗯、走了半天你只是藏在这儿没有什么效果，这都没有木的，嗯，现在就是你说正常收官可能就不够了，他所以呢他来个狠的了，他要拼一下，对，在这跳，对，这个跳呢是过去说是就都知道了，这明显的是不行的啊，冲断是不行的，对，他是希望这样看，他会要断这个，他现在断这个，哎，他会断、哦、这个够狠的，这个断是什么呢，断就要拽这一块、哦、你这个通常是会、这个、制造点头绪、哎、你大概只能这样、哦、对，嗯，然后长，那这不是这里来一个先手吗，是吧，再长，哎，那么这个时候黑棋呢，这个比如说这样，嗯，要这儿有断，然后瞄着这一块、嗯、来给你来着全部要追杀，嗯，来看看你到底怎么活的、哎、对，这个棋是他预测的、嗯、就预计啊，你要这样我就给你这么来，先把你断了，对对对 对让你回不去、哎、这个地方我还瞄着你断，这个里有一个挡下去、哎、挡下去你很讨厌，这有打这有飞，是，这我还有断，这个呢我胜负手给你来拼，嗯，那这个棋呢白棋也要考虑考虑，我是不是敢这样，是不是、啊、还有我这个棋有点风险，有点风险，但是呢被吃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它拆一拆，对啊，那边还是很容易做眼，靠一靠眼位还是有的啊，这里不是还可以尝一尝，这里来一个走有可能先手，哎，有可能眼，但是呢这个保不准呢，这个你补起来也很小心被人家断了，是吗，哎，因为现在白棋呢觉得形势不错，对，所以呢他没有敢冲断，冲断被黑棋断完之后的确是一个未知的，嗯，未知，现在他是寻求另外一种下法了，他先把这个并掉，确保这儿我有一只眼，对对对对对 对他是粘上还是有点怕，嗯，有点怕，他比如说刚才断完之后啊，也许他觉得这儿没交换着，他被他先来一下来不及了，害怕，有点来不及，有点害怕，对，有点害怕，嗯，这个棋呢，你要是这样我就把这个眼位给你撅了，嗯，真是有可能害怕，所以呢他说我先做一个眼看看你怎么办，嗯，看看你连还是不连，黑棋连上了，黑棋连了，嗯，连了之后白棋就拐了一个，他觉得这个拐一个本身价值也很大，
对，他也不去冲断你那个，让你这个断一个中间看不清。你现在我没有紧这一气，你这个断我把你吃掉了。对，所以我就正常收官，他觉得判断这样够了，所以他就这么下了。对，这个我觉得是一种控制局面的下法。如果说判断的很准确，说这棋可以了，这样收收就赢了。对，那这个下法我们要大大的表扬。这肯定是很好，这个也够那种，他觉得这个特别大。对，打下去挺大的。这个先手这个呢一拐一扳来，先手都是先手的，所以他抢了一手。他觉得我既然你这个断呢、啊已经都放弃这个了，这个棋啊，你中间没有利用了，现在你就挤我一个，就都给你了，对，他放进来了，是。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看判断了，这个觉得自己控够了，那就正常收收就行了。但是黑棋呢，继续。应该说现在是白棋的控多，我觉得也是，要不然他不会走这儿的。对，白棋控多，白棋如果控不够了，肯定冲断了。对，他这个地方就放进来。暂时我中间只要不死棋就即可，是吧？这个点一个他，然后又拐一个，这个棋被他扳住，跳下来、对，其实这个可以慢一点拐，但是他怕他飞了再拐他没有用啊。现在要还是想纠缠的这个白棋，对，要追击白棋这个薄弱的地方。对，看来正常收还是可能要稍差的样子。这个跳也是一个好形状啊，跳一个好形状，跳一个就把自己联络了，对，是吧？应该说这个棋吃不着，如果你只是这个，他被他就算鼓一个，那个棋也没有意义。这个棋中间还是白棋太厚了，现在黑棋就是想办法，他得先连着，对，这样被怕对要不然被不断掉了。那么走成这样呢，黑棋是不是就现在是该白棋下，白棋他就可以中间走棋了，他就把自己要补后，对啊，自己再走一手，那这个就更没有危险了。对，要补后，是这一带走一个啊。黑棋断了一个，断一个，他白棋又飞了一下，那他只是这个冲一个，哎呦，这几招这都被白棋便宜了，白棋看得更清楚了，啊，这个黑棋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威胁，没有，就觉得白棋目标很明确，我就跟你收收控，把该收的收掉。对，你吃这两个子啊，或者把我断开，这都不是大问题，反正我分开活了就行了。那这样他这个先手的话，那你说这个棋白棋，或者我都觉得抢这个都可以。对，我就觉得这个好大，抢一个都可以。这个很大，确实，看着很诱惑的一步棋。但的确，他这个时候他形势好了，他就没有走，中间两个被吃也不行啊。对啊。黑棋跳了一个，跳这个，在这儿，对，然后再冲，这黑白棋在这个地方走的有点过厚，那特别坚实，过厚，看起来像引起不到势，要把自己就加厚，让你再也翻不回去那感觉，冲一个他就挡住了，对，这是要打下别的，对，现在就是该黑棋看看想想怎么办，这个地方有冲断。对吧？如果你只是在这里补一个被他飞着，这个棋控不够了。对，是。他这儿有一个眼，这儿又这眼位很多。这是最后一个大官子了。对对对。太巨大了。要知道，就是如果是我，我可能就直接补那个。对，我觉得什么事儿也没有了。直接走那个就可以。这个东西没必要走。这里不是一只铁眼吗？对。然后这底下不随便再走一个就是一只眼了呀。对，这里还有连，这里我走一个也是眼位很多，很丰富。那么他走这个就没必要，就完全不用担心。好，那么实战呢，我们看看，现在这个白棋挡住了，对，黑棋想办法想在这个地方惹点事儿，他是不是靠一个，靠这个就是想什么呢，你如果走这个，我这里有个扳，对，中间要给你想出点棋，就看中间能不能把它先手断开，还能，对他白棋这块棋有没有什么这个是这个是让白棋是有点那个什么，或者他是断的，他是断的，断的，扭断，然后他是这样，他是搬的这个，他搬这个，然后黑棋搬这个，搬这个，搬这个呢，
搬这个，他是觉得这样走呢，他就打吃这个，粘住这个，哎，这样比较好，这也没什么，这样比较好，对对对对对，这样比较好，对，哎，这样呢，这里有袜吃，哎，你，这接下来黑棋也不好办呢，反正他就哎，就吃这个吧，是这个，他就算哪怕就算连上这个也，对啊，我觉得也是没有什么，这个断了他就回家也没关系，哎，他惹不出事儿，所以他搬的这个，搬呢他就说，如果你粘在这儿呢，他，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棋。我觉得好像黑白棋可以下的很多，下法很多。这个棋，反正每一个变化我都没有看到黑棋有什么可行的，就是。对。按照实战他是打的这个，是的，也可以。这个我没看出白棋不好的图。对。然后再打这个。打吃他就提掉，老老实提掉，对，是吧？老实提掉。不管怎么说，他只要是你这个也冲的话，他能双回去。这是联络的形状，走这个他能走这个。是吧？断他粘上，你粘这个他那个这个还有跑，这中间也没事。中间也没有问题。黑棋打了这个，打的这个，他得把他那边的路线给他断了，要不然白棋这一打吃不就已经回家了吗？是回家了，那联络的形状很多，这个这一叫吃也回家了，可以连的方法太多了。现在这一叫一通一打，你一提再回家，这也是回家的，中间眼位多多没问题，回头再虎一个，这上面也有死不了，三个眼都差不多。现在黑棋，我觉得那个很大，对，确实很大，确实很大。然后他又冲了一下，冲一个，考验一下白棋。他说：“你这只眼做不做？你如果肯这样做，正常是这个，是吧？考验一下。”对。然后白棋呢，他就把这个吃回去了。他选择一条最安全的路，那就是说彻底联络了。这个明显的联络，这提他就往外接不归就行，这回家了。这也没断，是吧？白棋又觉得是，实在是觉得他的形势很好已经齐了。假如说黑棋现在要断了它呢，它中间是不是就打两下，然后赶紧把这个搬了得了？那个大，那个太大了，那个大，觉得哎，这个大，那个我觉得比这个中间大多了。且不说这个跳是不是成立，我觉得不说，就是说光这个实战就实控就那个多，哎，而且还有这个打吃，他就算弃子就都可以。是啊，这打吃什么？打吃弃子都行，推两下就算了。对对对对对，这个不大，那个这个角色别的事儿。对，这个棋是明显赢棋的下法啊，明显赢棋。那么黑棋呢，得先把这个扳住它。对，扳住。那么他是扳了一下，扳一个，扳一个呢？你如果打他，就打这个了。是啊。如果打这个，这个局部是有这个招法的。对对对。因为这个劫对白棋来说是无忧劫，等于说差不多。对，无忧的，他这个肯定不能乱打劫，不走被打吃住了。是的，现在走成这样，那就该白棋动手。走中央。白棋先打了这个。打这个。他也不着急去连这个，反正那边都已经如果你吃这个，他就把这个提了，提掉，这目数先收到了。对，你断他这么双脚也没意义啊。你如果粘上，他就把这个补了。对。也没关系，是吧？是，这就基本上收官，应该是白棋不就是黑白棋明显赢了。对，哎，这白棋肯定是，对，够了已经，所以他才这么下。黑棋粘上。对。那这个就。白棋胡打了一个。我觉得从这儿打原来。这个棋啊，就是。黑棋找一个场合，是的，认输的一个下法，我觉得没看到他一个很出色的地方。这个好像觉得有点像联赛的一个特点，因为联赛嘛，毕竟是团体赛，就四个人下的，他如果不站起来，至少是给自己的队友啊一点信心，所以他不能随便站起来，他好歹也得先坐着，虽然说棋不行了。这个棋真的是不行的。确实。这个就，他长了一个。长一个就认输了这个。就还有几步棋，我们给大家摆完。对，走这个，你这个棋也。他就单长一个行吗？这样。单长我就粘上也没。粘上他是不是也连不上啊？这里。这个棋我怎么觉得也不行？这就算几个他也。这不是掉这边就掉那边。也不行，这个就算这个已经断掉了。也不行。
这个也不行，这个也掉了，好像打吃我就尝也没关系。是的，嗯，这个好像也完了。对，这个断掉也不行。那黑棋能这样贴回去吗？在这儿贴得回去吗？是不是也被靠断了？贴我这靠一个也不可以，也断了。你这个那他这蹲就连不上啊！现在走这个，我这一挤你也受不了，这就碎了。是的，是的，没有什么哎。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认的一个那个什么认输的一个那个什么，找个台阶，他挤打了一个，不行，接上，嗯，然后顶，嗯，这拐吃，白棋看得很清楚，对，拐打了一个粘上，这一扳这就死了，对，这气不够啊，过一段这一冲就完了，是啊，这两气对三气看得很清楚，对，现在这个黑棋下得很差，嗯嗯，这个棋就是说。从这个地方让白棋，这黑棋这围着空啊，围到最后你看没有人家这个多呢，那能行啊？本来是黑棋这儿花了好几手棋的，本来这儿黑棋处理的就不错了，这个那个叉二没有叉站的话，这个棋距离就拉开了。主要是刘老师刚才强调这个跳啊，不要跳，得赶紧抢这个叉二，实在太大了。对对对，这个叉二，奋不顾身，就是这个跳。还有这都有机会。最初的还有这个跳这个啊，跳这个，跳那个就是让逼白棋来转换，吃一下，然后再就是拆二，那个是比较顺畅。那最后呢，就是这两手呢也慢了，被白棋那儿抢两手，最后转换成这样，白棋顺利的捞成实控，这个就后面下的有点不成对手了。就是说明显一看，哟，这个黑棋下的就明显不如白棋顺畅，哎，就好有距离。嗯，这个好像被人家逼住，然后一小尖之后就确实是不好下了。是的，那个棋就不好了。这个逼住太大了，实在是被人家逼完了之后，关于要进也不好进了。这刚才刘老师强调，你要先拆二，得赶紧拆，这个太大。后来你让白棋一捞空，你是去攻这个，那就太渺茫。对，这个就没有什么那个什么。这人家一开始是个后势，你非要去想去攻他，而且这里有一只铁眼，再加上那儿还可以做出一只眼来，这怎么攻啊？对，攻的就方向不对了。对，方向不对了。那最后这盘棋的结果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直白的周贺喜是中盘战胜了辜子豪。好，那我们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